诞节前，昌盛冷气公司在圣盖博士的新店开业剪彩，南加州各界名流和冷气同行从业者欢聚堂，共同见证庆贺昌盛冷气公司这一喜庆时刻。据昌盛冷气公司董事长谢我昌介绍，他19年前来美国后，一直经营中国的名牌产品格力空调。格力空调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，是总部位于广东省珠海市的大型家用电器及工业设备制造商，是当前全球最大的集研发、生产、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空调企业，主营空调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热水器等电热交换技术的产品。昌盛冷气公司在代理格力空调的十年时间里，已经在美国拓展了很大的市场，做出了优秀的销售业绩。在原有的 El Monte 式商店的基础上，这次专门在圣盖博选址开店。因为这里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，所以方便华人来采购啊，来就是需要的时候过来啊，要观看啊，各方面都可以。有一句非常响亮的口号，就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造，啊，今年他们的口号呢又改动了一下，看看后面的背景就大家看到了。好电器格力造，啊，电器产品呢，格力现在已经发展了更多元化，它呢不光做空调了，现在电冰箱、洗衣机、医用的家电产品，他们都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我们下一步呢是准备推广它的整个系列的产品。谢武昌还介绍，除了极力推广中国格力产品外，他们还不断地引进销售全球各类品牌的制冷设备和空调配件，如博士、美的等厂商所制造的产品，让民众在拥有更多选择的同时，享受到优质的售后服务。华夏电台记者盛开博士采访报道。